有一个金虾奖，在昨天结果抢先出炉，这个奖有28万人次投票，周董自导自演的天台获政府1200万补助，但是被批表现很平庸，以超过10000高票当选最佳政府补助奖，网友抱怨拿还我们辛苦的钱来。而另外陈妍希在花样当中因为演得太用力，口条又差，只有一套表情，3度受封虾后，最虾影片呢则是由周守训的港都抱回。